这里是台东达人乡，新南回公路蜿蜒在山谷之间。大家说这是全台最美的公路。许多第一线工作人员住在工地五六年，多少的付出无法回家，就为了一条路。耗时九年，南回公路拓宽了。经过十年，苏花公路开通了。南回铁路电气化，花东铁路双轨化，高铁也将延伸到宜兰，往来东部的交通建设陆续完工。汗水滴在隧道里，为的是来往宜兰不再阻塞，为的是让花莲台东的朋友可以平安回家。谢谢你，谢谢每一个留下汗水的你，让回家有条最美的路。